各位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割礼是神与他的子民啊盟约的一个记号来的。那这个你作为那个受割礼的一份子啊，跟神盟约的一份子的话，那个要求就是你的顺服了。顺服现在不是讲有一个举动啊，不是说你手有一个规条，顺服是讲生命的，顺服的生命。所以我刚才说嘛，割礼是从启示来，创世纪十七章，上帝向亚伯拉罕显明嘛，然后跟他说，我要做你和你子孙的救主，对不对？然后也要成为他们顺服的对象，很简单来讲是这样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是我的子民，所以你把这个生命这个教导传递下去。所以要传这个生命，传这个教导给他们，接受这个教导的，领受接受这个教导的身上就是刻一个记号，就是受割礼，就是我们。所以传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犹太人，那不受割礼的，那你生的你买来的奴仆不受割礼的，全部就是应该要从民中除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犹太人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啊？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把这个割礼当作一种好像有法力的记号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哦，有割礼了免地狱，有永生，这个有一个记号来免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宗教都是这些东西的，宗教都是啊，你身上刻一些东西啊，刻一条龙 tattoo 啊，或者你带着有一些符咒灵牌能够免灾殃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宗教都是有这个东西的。各位，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啊，他们注重那个外物，那个物件还有外体的东西啊的那个心啊，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明白这个心里人的灵魂的尊贵。各位你问，你的尊贵在哪里？各位问，你的尊贵是你想的东西吗？这个才是你的尊贵嘛，你的心里面爱的啊，如果是荣耀的，你所喜悦的追求的是好的，这个就是你的尊贵了。所以宗教是不明白这个，宗教是好像你做了一个仪式，做了一个形式，对不对？你外体刻了一个，那个是好，这种是一种神秘。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啊，什么拿十字架来赶鬼啊，什么了，这些其实没有在基督教，就在天主教。这些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些本身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明白心里的尊贵了。我顺便这样讲哦，我说我们姐妹们，各位看我们姐妹们的漂亮在哪里？你们姐妹们的漂亮是在你们的这个外貌，还是你们的心里？你们的尊贵是在哪里？一看都知道了，你的心爱父，你的心爱圣洁，爱丈夫。其实这个生命啊，这个心，你外面长得普普通通，但是你是很尊贵的。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容易侵犯你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拿一个，当然现在流行这个，好像手提袋，哦，500块，这个没有500，这个可能50不到，这个500块拿一个。其实呢，这个我不是反对什么啊名牌的东西啊，我现在不是这样，我强调不是在这个地方。你拿500块的东西，其实看你用什么心来拿。如果你如果有这个就可以显出我的味道，还是什么，跟其实你的心是，其实不把这个当作有一样东西用，但是你的心是真的爱神爱人，爱生命，孝敬父母的。然后你就算拿贵拿便宜也差不多是，但是呢，旁边的人一看，哇，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变得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感觉，连你给旁边的人的感觉都不一样。所以各位想，那个东西在哪里？那个散发出来的东西，我并不是说你们随便穿衣服，你们穿的体面也应该，拿的东西好也应该，但是呢，绝对不能少了你心里的东西，
那个心里面的尊贵绝对不能少了这个。所以神的道就光照人，照耀人的，使人的心灵尊荣起来，真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的真身份，然后自己顺服神的那个生命，爱主的。你的关注不在地上，很多人关注地上，要有地上的条件才能够尊贵，你的心已经是尊贵的，对不对？神的一个圣洁的那个贤惠在一个女子的心里面，然后她做什么，对不对？甚至流汗啊，煮饭流汗也是啊，真的不一样。看她的样子都是有一个很贤惠，很一个美德在她的生命里。我不懂各位怎么讲出来，各位才能够感觉到这些东西啊。弟兄更是了，我跟各位说，我讲实在的，这些道理你们都会懂，但是你们没有真的遵行而已。你们没有遵行的时候呢，你们就会感觉世人看的还是比较真实。讲真的，其实这样一讲，对，当然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道理上是对，但是你遵行的时候活出来，然后呢，你已经习惯了，你的思想体系、内心思想是这样的，然后有一天开始，人才感觉到你真的有气质，真的是这样的东西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各位要追求内心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个是追求？然后内心的东西不是随便的心，这个心是一定有指标的，跟着神的真理、神的道、神所显明的道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受洗了啊，我们也觉知祷告了啊，其实这些东西呢，不要认为这个是什么保障。一个人受洗是因为他内心已经真信了，对不对？他觉知祷告的，他的生命里面真信这位主的，这个是在神面前看的最尊贵的。所以讲来讲去呢，是有一个重要跟次要的东西啊。次要的不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信就好，不用受洗不能没有。你信的人一定会受洗，但是你是先信了才受洗，对不对？你的信，所以你的心里面的尊荣接着你的外面带出来。但是主要的是，总是你追求的是生命里面的顺服过于外在的表证。这个两个地方。